我想他应该万万没有想到，我们会发现这件事情，彻底暴露他的行踪。时运昏迷，难道和你当初……我明天就要出发去法国。警察已经在调查了，你去法国干什么？不行，国内的线索和证据都太少了。 而且在这里，警方只觉得他是一个纵火未遂者。我必须赶紧回到法国，找到龙七所有的犯罪证据。那，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不用了，你不是还有自己的任务要忙吗？你又要支开我。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在国内，你可以帮我看着实验室，还有李南恩。只要我在法国一有什么线索。 你就可以在国内跟我接应。我给你订票。 谢谢。你确定你见到的是周尔文？ 那当年的事情他怎么说？ 什么都没说，最起码的解释都没有。所以这里边一定有原因吗？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所以你还是相信他？ 不然呢？ 周尔文呢？他不在，你不用来找他了，他最近都不在这里。他人去哪儿了？这个不方便告诉你。你，哎，看你这防备的，都把我们蒙了。我今天来是有正事儿的，不是来找周尔文的。这房子不是装修完了吗？领导派我过来检查，检查完了之后我才能回去交差啊，之后就再也不来了。 干什么？不用了，这个家我给你收。怎么样，这回你相信了吧？他真的不在这儿。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跟周尔文根本就没有在一起，随你怎么想吧。所以你用不着一副拒我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就算你再怎么怒怼我，我也不会讨厌你，反而还是想谢谢你。谢我。对啊，周尔文消失的那段时间，也只有你一直在陪着他，一直在照顾他，对不对？ 其实我还挺羡慕你的。哎，周尔文那一段不愿意跟别人提起的记忆，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你用不着用这种动之以情的方式来套我的话，我什么都不会说。赶紧检查吧，赶紧弄完赶紧走。好吧。哎呀，干什么呀？对不起啊，对不起，你故意的吧？我怎么可能是故意的呢？你没事吧？对不起，对不起。哎呀，好了。 我太忙手了，不好意思啊。柜子里有吹风机啊。
检查完了吗？我突然想起来还有点事要去忙，不好意思啊，我下次再来检查吧。高木学长，收到我给你发的邮件了吗？我看了，照片上这个人就是龙七。同你我发的其他资料，我发现龙七正在跟一家法国的实验室有密切的联系。我刚刚又获得了另一个消息。什么消息啊？航空公司的朋友告诉我，通过购票记录，周尔文今天一大早去了法国。他是去找龙七了吗？可能吧。我们现在不知道他具体在哪儿，陈佑估计也不想跟我们合作。我们虽然不知道周尔文去哪儿，但是我们知道龙七在哪儿啊。你的意思是？我现在出发，去一趟法国。现在吗？我也去。机场见。公主，这是杨娜米的钱，走。哎，我跟你说，哎，那你先把你弄。陈勇 m'a tout expliqué. C'est une battante. Joe, si vous êtes son ami, ça veut dire que vous êtes aussi mon ami, d'accord? Qu'est-ce que je peux faire pour vous aider? J'aimerais que vous appuyez Long Qi. D'accord. Monsieur Adam, vous acceptez nos conditions?Très bien. Ou on échange les choses. Ok, je vais y aller. Si les photos disparaissent pour de bon, notre business a donc vigueur. Ok, quand et où?真没想到再次回到波尔多是这样的情景。回酒店好好休息，明天不会那么轻松的。太冲动了，明天发生什么事情都没有想过后果会怎么样。我也一直在想，这次可能不应该带你过来。我一定要来的，不管你会不会带上我。周尔文有你这么一个支持他做所有事的人，挺难得的。这一年他经历了什么，在他身上发生了多少事情，我都不知道。我也没有陪在他身边鼓励他，和他并肩作战，所以这次回到波尔多，我只是想尽到自己的一份力。有你这份心就够了。
就是这儿了。一家声称自己是致力于生物科技研究公司，我倒是挺好奇，这家公司到底做什么会导致人晕倒，甚至还要动用容器啊？不过其他资料我暂时就查不到了。那我们怎么进去啊？现在呢，我们就是定期检测这家公司的人。进去之后，我负责说话，你就是我的助手。一会儿进去之后呢，不要擅自行动，一定要跟紧我。有什么事情跟我商量。我知道了。放心吧，我保证不会成为你的拖累，完成任务。Monsieur Gao. Mademoiselle Lee. Bonjour. Mademoiselle Lee.Je viens d'être informé de votre visite et vous voilà. Quelle efficacité! C'est normal. C'est la hasse pour s'appeler des. Très bien, s'il vous plaît. On est maintenant comment faire? Trouver leur laboratoire de recherche. Si on peut obtenir leurs contenus de recherche, on pourra connaître cette société, même si elle peut être menacée. Compris.Vous avez parlé un long moment chinois, il y a des problèmes avec le labo? Ah, pas du tout. On parle de postus, on décide de commencer par la protection in the future. Ok, pas de problème.见机行事。是这个吗？是。喂。喂。OK。Maintenant。D'accord。OK, j'arrive。OK, d'accord。我安排人打个电话，不过我们还是得抓紧。你们两个怎么在这里？楚尔文，你怎么把自己打扮成这样？果然也是为了龙七的事情来的。先回答我的问题，你们在这里干嘛？你先别急，我们也是来查这个实验室的。你们两个在凑什么热闹？高木，你怎么可以带你两人来这么危险的地方呢？是我在陈勇那里偷了资料，我叫高木带我来的。你知道这里很危险。先别吵了，现在争论不出对错的。说说你的计划。挺好，我已经把容器引开了，不过我的目标是他们的核心实验机密，但我还没找到。我们也找了几间实验室，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我想到一个办法，高木，一会儿我们找一个借口，把所有的员工集合在一起，这样给周有人争取更多的时间寻找核心实验藏匿处，然后我们三个想办法离开。时间不多，就这么定了。喂，周老板，我也从这儿不好。D'accord, OK. D'accord. À tout à l'heure. Excusez-moi. On avait eu des problèmes. Il faut assembler tout le monde. On va au bureau des employés. D'accord. Que non. D'accord. OK.
Comment? Les gens viennent examiner les labos? Quand on marque des roulissins. VR de Dinella de la Hajou, envoyé des gaz toxiques pour entrer dans les labos. Récemment, il y a des personnes qui se sont évanouies.演得不错啊，两位，李楠，跟我走一趟吧。 Qui n'est pas arrivé, il y a un problème? Il est sorti il y a longtemps. Oh, c'est bizarre, il devrait déjà être là. Attends, l'oncle vient de m'envoyer une photo. Au revoir d'abord.
么要追杀周文？我知道，今天被你撞倒了，我肯定也活不了了。在我死之前，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跟周文到底有什么恩怨？你为什么要这样对他？我，嘘，这个音乐。是事发那天，碧落电视里的背景音乐。果然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这个变态！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要杀了白老？你为什么要杀了白老？东西。你要的东西我已经拿来了，把人放了。周先生，有没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冲动是魔鬼哦，你也不希望当年的灾难再重演一遍吧？一手教人，一手教我。OK， 来吧，就在那儿打开。没事，你干嘛要过来？你是不是傻啊？你在这里，我能不来吗？Il faut vite du renfort là.
Rien de grave, elle va se réveiller très vite. Toi ! Toi ! Monsieur ! Monsieur, ça va ? Ça va bien. On est ici, là ? Et j'en parle. Tu n'as rien à jouer. On y va ! On y va ! Toi ! On y va ! Toi ! On y va ! Toi ! Allons-y ! Elle va se réveiller très vite. Ce n'est pas grave. Ça ira.在你背后指使人到底是谁？不好意思，你永远都不会知道。所相信的一切，未实现的都可以实现了。赵文呢？放心，没事的。母亲呢？死了。vous n'avez rien de grave, mis à part la jambe de Madame Lee, qui est blessée. Elle ne peut pas marcher pour le moment. Elle a eu beaucoup de chance, vous savez. Merci à toi. Bon, bah, je pense qu'on peut rentrer maintenant. Comment là?Pardon, on a besoin de parler un peu. Ah, je sais. C'est ce que nous avons étudié. C'est vrai.这个样本依然在遗留着当时困扰着我的问题，恐怕碳素科技的实验人员混到的原因和我当时是一样的。看来碳素科技介入之后也一样卡在这儿，没能突破。也许这个实验的方法根本就是错了。我说什么了？周有文是清白的，他是被冤枉的。消失这么长时间了，这段时间里发生什么了？
我的头部受到了重击，失忆了。失忆？所以才一直不跟我们联系。我当时在海上漂着，被人救了起来。我连我自己叫什么名字我都记不得了。后来，当我一点一滴想起来的时候，我才更不想把你们牵扯进来。想不到在这一年里，你受了这么多苦。错怪你了。都过去了。龙七总算是咎由自取了。不过只可惜没有抓到他幕后的主使人是谁。而现在这一死，线索又断了。不是还有探索科技吗？一个公司隐藏起真正的主控人，查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要不你们先回酒店吧，受伤了好好养病，别再自己乱跑了。我得去趟巴黎。这么晚去巴黎啊？我是来出公差的，公司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处理呢。有事情随时给我打电话，号码没换。高木啊，注意安全。知道。知道，龙七死了，线索也断了。不过好在你回来了，恐龙花园几乎可以聚到一起了。我们也好一鼓作气，继续给白老、给空中花园一个交代。也许吧。周文，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你有我，有我们，有高级动物里的每一个人。高级动物，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哎，其实分开这段时间，大家表面上都各忙各的，相安无事，可是心里都放不下。一想到以前一起做实验的日子，也都坐立不安。你知道吗？余不羁回来找无所谓了，他呀，还是那么光鲜浮夸，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做什么。无所谓也是，去了一家红酒公司，做的也不好。有一天晚上，他们在一起喝多了，给我打电话过来，一提到以前一起做实验，就都痛哭流涕。等等，余不羁不是在纽约吗？对啊，他现在满世界乱跑。你都知道。周尔文，既然你这么放不下，为什么不能重组呢？你要知道，敌人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实验做出来啊。一直想问你，那颗植物后来怎么了？在大火中被烧了，我找个地方给埋了。你别转移话题。我明天就去找吴所谓。想通了。时候不早，走吧。哎呀，我的脚还是好痛啊。
你背我好不好？陈佑到底什么关系？好朋友。好朋友，那为什么何秋回来假扮情侣来骗我？我们什么时候假扮情侣？是你自己脑补的。那你为什么不拒绝他呀？他又没跟我表白，拒绝什么？反正我现在就是很不爽。你放下，你放下来，你放下来，你我也要去。你不用上班啊？我可以请年假呀。还说心里不惦记人家？也好，既然你心里放不下呢。就找这样一个机会，来了把话说清楚。行了，我不跟你说了，我现在订票，拜拜拜拜。喂，大姐。喂，太棒。Merci。喂。Encore。Vas-y. 不能再喝了。喂，Vas-y。不能再喝了。喂。C'est bon. Mais vous êtes qui, vous? Tu sais, c'est mamie. Attends. Mais ça tombe bien. L'ami de Wu est mon ami. Tu papa. On continue? Votre business, vous pouvez en parler tout le monde. Il ne finit même pas le verre de vin de leur propre boîte. Mais comment peut-il me le vendre? Tu dois absolument le forcer. Figure-toi, notre boîte Scandwell Commerce est leur plus grand client. Ne casse pas la bonne affaire de ton ami. Oui, partout, partout. Continue. Yo, bien là. Ça. Wu, si tu sors d'ici aujourd'hui, plus jamais de contrat avec toi. T'as compris? Petit con, c'est de merde tout. 事情就是这样。庄，这一年多，在你身上发生过这么多事情，我才想问你，你刚才到底在干嘛？陪客户啊，让你见笑了。那个 Louis， 他分明就是在为难你，你干嘛配合他？你是不知道，现在的法国红酒行业被美国资本牢牢控制，这单子要是完了，我明天真不知道该怎么跟老板交代。你现在已经变得那么容易向资本低头，你的学者风骨，你的科研梦呢？